相同的偏旁一直在出现，这种是最麻烦，你要想办法一直长得不太一样。那事实上其实变化还是有限哈。好，下面银烛，这个是写重点，下面写轻的，其实就是轻轻重重，大大小小，让人家觉得你是有尝试在改变你手上的压力。